大家好，我是亮子。今天我们又来医院看望我们的乐乐。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给乐乐带了一些鸡胸肉，乐乐的胃口也是挺好的，看到他这个身体也是在逐渐的变好。今天我们也是来给乐乐带了一点狗粮，还有一些零食。顺便我们问一下陈院长，乐乐的就是身体的其他地方的身体的一些状况，还有他这个腿部的水肿的问题。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一下乐乐，顺便问一下陈院长。乐乐，我们又来看你了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状态也挺好。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。乐乐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自信自强，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有一天，也许会走。你还疼不疼？也许还能再相见。乐乐，等会儿我们带你出去转一圈，好不好？带你出去溜一溜，是不是待在里面闷坏了？这样，他那个昨天给带了点鸡胸肉，吃的挺好，但是我看了今天过来看的那个狗粮没怎么吃。那调试，他最近吃肉的话，就可以给他以那个就以肉为主，以肉为主。对，带的话，你如果再多带点，我们就放冰箱。啊，给他喂的时候给他加热就可以了。我看昨天情况的时候，那生活还是跟刚开始的一样，他不会那么快。不会那么快，对，不会那么快的变化。这才三天，咱现在这种方法去把它做的话，目的就是，你看，假如这是绝掌，它当时它有骨头，咱把骨头给它从里面给它部分的给它斩断以后，就看这个肉能不能保不住，把这个空腔给它保不住。保不住的话，如果不再渗血，它能长上去；如果长不上去，到后面还是有点结掉，对，还是有结掉。但是结掉的话，做营业稿，因为他的炎症和红细胞，就是白细胞、红细胞，他都不理想，体质也比较弱。那他是养，现在我看他后边那些淤青都没问题吧？淤青的话，是他营养不良，然后凝血就是凝血不太好引起的，那个不是大问题，不是大问题。对，主要是把炎症消下去，把他的贫血给他纠正。其他这两天还发现其他问题，那咱们其他的还暂时没有。咱们他现在能不能出去适当的活动一下？可以，也可以，可以出去走一走。啊，我们带你去站一站好吗？你一定要在这边听话啊，要好好吃东西，知不知道？好好吃东西也还要长身体呢，好不好？在那边一定要听话啊，过几天我们就好了，回来就接你回去回我们小院了。愿意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和我们一片。越近人山人海，我已没有时间。我要不想走了。容许我交换。
乐乐，要好好听话啊，我们就回去了，明天再过来看你，一定要记得好好吃东西啊，知不知道？好了。